台南市麻豆区总爷艺文中心即日起到3月3号举办首届的2019麻豆糖业大地艺术季三年展。市长黄伟哲亲临活动现场主持开幕仪式。黄伟哲说，我是三组艺术家来麻豆驻点，来从他们的角度，从不管是艺术或是产业或是文化或是历史，来发掘他们对麻豆的印象。我相信这个省文化部以及文化局能够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。首届办理的麻豆糖业大地艺术季三年展，首创有五位策展人，分别以建筑场域的盘点跟富裕、地景纹理的认识与在职、社区产业的探查跟连结，以及艺术教育的扎根与共创，还有文史的考掘跟再创五大方向，展开53组创作者国内外跨领域创作者计划，呈现60组空间艺术作品。展演的场域以总爷艺文中心为核心，结合糖铁龙泉生态月台、1/3屋、两处社区示范点，还有麻豆10所高职国中小，扩及整个麻豆区。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。